照一下这个伤口感觉好了。我们会因为一般拉的话，可能还要做伤口，就很紧要。对，对，对，就是现实的伤口，多少长得长相，这些是代表画家的形象。那但是印象上，这个东西可能很重要。经过这个针灸之后，不知道你感觉大家会少出来。